会有大事件。谢将军率军走了，去西凉抗敌卫国，真英雄。谢青书可以私盗兵符，我范如香也可以。你张嘴闭嘴私盗兵符，眼里还有我这个皇上吗？陛下，既是南庭天子，后宫充盈才是正理，本宫并不会介意的。此去西凉，归期未知，善取兵符，望帝见谅。谢青书拿你当他的至亲至爱之人，你拿他当什么？你是我认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我一定会与他同生共死，绝不苟活。